Final countdown, 60 seconds. Go.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古人是谁？过。惰性气体有哪些？海南雅克先东。书法名家颜真卿是以哪种书体闻名？楷行书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为何？过过过。弦代表什么颜色？黑色。每天月球升落的时间平均会延迟多久？过。亚洲首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是？泰国。刑法和民法分别几岁算成年？18岁跟16岁。西元4世纪时，谁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？过。日本的夏天吹什么季风？东南。台湾大学的英文缩写是 NTU。 台湾最北的灯塔是 OK。 好 Time's up。 来，一二三四五，答对五题。大禹，大禹善侠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对呀，啊，这一定会，因为他太不冷静了。对对，颜真卿的楷书，楷书，楷书被大家比较大力的推崇，因为他比较工整，看得懂。对，行书或者这些奇怪的流利书啊，哎，他就会把它变成是一种艺术的欣赏。因为行书讲真心话啊，就是说他会因为文字重点是在表达嘛，是是是，对对对，大概是这样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，你冷静的想得到吗？指南针，指南针要有望远镜吗？火药，火药嘛，火药，火药，火药。哦，那个什么打字的古代的印刷术，哎，是的 ，OK。哎，每天月球升落时间平均会延迟50分钟，然后刑法跟民法都是18岁成年，所以要注意不能犯法，小心哦。君士坦丁大帝，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。嗨，哎哎，其他都答对了，其他都答对，漂亮。好嘞，第二一位。哎，五分不错啊，五分不错，而且那个题目也很满。那目前台东高中的10分是最高的哦。哎，好 ，Final Countdown 60 minutes。头脑大挑战，大家一起猜猜看。Final countdown, 60 minutes. Go. 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有谁？Go. 演绎法是由谁提出？裴元。2024奥运在巴黎，那上次奥运在哪里？当心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出自于？赤壁赋。哪一颗行星被踢出九大行星？冥王星。扑克牌中唯一没有胡子的老 K 是哪一张？梅花 K。植物的营养器官有哪些？根茎叶。牛顿第三运动定律是什么？作用力反作用力。人体中有止血功能的是哪个细胞？血小板。台湾的国花是梅花，请问国鸟为何？蓝雀。说出三个有迪士尼乐园的城市。过。白日维新指的是哪个事件？过。光合作用的暗反应会产生什么？暗反应葡萄糖。请问 GDP 是什么？那个过。好，时间到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哇，蛮猛的。四大美女，这个一定要会的，西施慢慢来就会，貂蝉对，昭君、露露、贵妃、杨贵妃了。还在那边混在里面，不要乱混一个。对啊，我们当然笛卡尔演绎法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岳阳楼梯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
好，唯一一张没有胡子的老 K， 这我也不知道哎。真的哦，哎，哎，红星啊，是哦，对呀，红星 K 没有胡子哦。对呀，你不会问扑克大师吗？对啊，红星，红星就没有，对，厉害。所以 JK Queen 他这个叫做主观牌。哦，就是当事人有话要说的时候，这是他就会用主观牌来呈现。对，那红心 K 他没有胡子，红心红爱心 K 的时候，爱心代表春天。哦，对 ，OK， 好，不能跟你们讲太多，不想让扑克大师。嗯，好，有迪士尼的城市，讲三个，对啊，对，东京、巴黎、奥克兰、加州、上海、香港了吗？都有啦。嗯，百日维新你一定会。物质变法，对，这个时候已经都会了。然后按反应，你少了一个水，对，葡萄糖跟水啊 ，GDP 就是国民生产毛，国民生产毛耳嘛，国内生产毛耳，国内，对对对，就是哪一个国家的 GDP， 它的国内生产毛耳。各位，现在分数已经出来了。好了，目前的分数呢，第一阶段累积下来，政大附中有3分，是北港高中9分，台南一中11分，台中高中是10分。好，分数非常的接近。